大家好，咁今次要继续炮台山站嘅车站指南啊！哎死，哇好痛，喉咙痛啊！好啦，用翻我把原声带啦。哎，大家走晒，搞完双声搭车站先啦，唔好阴功啊！睇人先。咁我哋开始翻啦，搭翻晒啦已经。O K， 咁今次介绍炮台山站嘅车站指南背景。顏色咧就兩個綠炮台顏色啦，綠色個綠軍隊類似軍隊嘅顏色，鬼啩 ？OK， 咁咧背景就應該是餐廳啦，一間屋啦，一間餐廳，不過拉雜色，唔知邊間餐廳咯，係咯，可能度假屋咁解咯。咁由於係2015年3月嘅版本，所以咧係美國2015年8月嘅，即係紅色框框，啲紅色有黑有線咧，就係圍住成份車站指南嘅。哎呀 ，OK， 哎呀 ，OK。街道圖啊，又係街道圖啊！防止虐待兒童會，好肚餓，食早餐先。未煮完，煮緊。OK， 咁啊，城市花園酒店啦，都多數都係炮台山啦。咁又跟住呢度 Smiling Faces Hill 啦，係啦咁咯。我知道有對兒童嘅福建炒飯啦，福建中學。OK， 揾完地標位置未 ？OK， 揾完就。睇個列車服務時間啦。尾班車開出前五分鐘係唔可以入閘噶，尾班車開出前五分鐘係唔可以入閘噶。就得啦，大哥。真係病病地。好痛，喉嚨好痛。佢講啲嘢先，2881888。車站查詢就係炮台山站啦，係啦，2922，佢又係2922。據所知，北角站唔係天河站都好似2922，係2922。OK， 哎呀，真快介紹完啦，今日嘅目標就係介紹到鰂魚涌站，或者太古站啦，我都仲得嘅，又唔係死嗰啲香港鐵路有限公司。跟住咧就係東式月台啦，不過呢度有空間嘅，冇呢啲空間空位咯，嚇，淨係得啲通道，係咯，就唔算睇東式月台嘅，就係通道式月台啩，唔知東式月台係。咁跟住行動不便乘客進出車站的安排，就係呢個站啦。就係呢個站啦，西運河站啦，筲箕灣站啦，同埋尖沙咀站嘅。人幫手其實只有臨曬，冇煩到隻腳軟啦。哇，好攰！港鐵路線圖。OK， 好痛。咁段片嚟到先啦，拜拜。